个月吧，就我们就在一起了。然后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两个感情差不多了，就去扯了证啊，就去扯了证。在这边说啊，我都有点感觉有点对不起他，因为当时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收入有限，两个人在一起，一个月收入大概就3-4千块钱，当时领完证以后呢，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给他举行，啊，连个婚纱照都没给他拍，就感觉有点那个啥啊。后来呢，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收入有限啊，这个甜甜啊，他就想回到他们这个中缅边境、中老边境这边来发展啊，他想回到这边来发展。他的意思呢，是我叫我一起来这边啊，去他那个什么亲戚那边学那个汽车修理啊。然后阿信觉得还是回到这个我们福建泉州老家去看一看有什么发展的，看一看有什么发展的地方啊。就这么一个很小的一个原因，我们两个就分开了，就离了啊。然后阿信回去以后呢，就一直做这个抖音直播啊，自媒体这一块。然后现在在广东那边，广州啊，有两家化妆品工厂，有几家美容院啊，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为什么我今天会来到这里呢？事情要这么说啊，我前天晚上在我们这个福建泉州啊，哎，泉州你们都知道在哪里吗？知道的打个知道啊。在泉州万达那边去办事的时候，碰见了我们当初在这个广东打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友啊，他叫做小凤。当时我们去领证的时候，也是这个小凤陪着我们一起去的啊，然后我就尽尽地主之谊嘛，请小凤吃了个饭，然后我们边吃边聊，就聊到了这个甜甜，啊，小凤告诉我啊，她上个月才来到这个他们这个中缅边境、中老边境这个西双版纳的一个边陲小镇打洛镇这边来游玩，啊，还在甜甜家住了几天，啊，然后小凤告诉我。甜甜现在不是一个人生活，不是那个意思啊。来，左上角啊，给大家发了一个人3000的一个福袋啊，领到了是可以买点吃的，买点喝的啊，大家多去参与，多去领取一下啊。没有走进直播间的，抓紧时间来到直播间啊，人3000的一个福袋啊，大家多去领取，多去参与一下啊，然后聊着，他说甜甜现在不是一个人生活，他什么意思呢？他说甜甜跟我分开以后，甜甜现在带着一个四岁零三个月的一个崽，兄弟们，你们帮我分析，甜甜跟我分开大概是4年11个月。他带着一个4岁零3个月的一个崽，在叫做小西瓜，啊，兄弟们，你们帮我分析这个小西瓜跟我有没有关系？有的打个有，啊，有的打个有，啊。然后小凤还拿了这个小西瓜的照片给我看，我看到以后是非常的震惊啊，跟我小时候的照片是一模一样。然后我跟他一起吃完饭以后呢，我就回到了家里面，我直接带着我爸我妈，直接连夜开车开了30-40个小时，来到了这个啊中缅边境、中老边境啊，开了2000多公里，
那边就是那个过去一点就是那个老挝山了，然后那边过去一点就是那个什么梅溪河了啊，啊，就是那个梅溪河了。来，直播间1000多位朋友，我这边是在大山里面啊，大山里面啊，信号可能有点不好，能不能听到阿信的声音？能听到的扣波一，听不到的扣波二，啊，如果听不见我声音，我就下了重播啊，我就下播重播啊，啊，听得到的，听得到我就继续啊，啊，然后我来到了这个中缅边境、中老边境这个打洛镇，啊，这也是那个。啊，这也是那个小凤跟我说的一个地址啊，也是小凤跟我说的一个地址啊。兄弟们，他们这边都是那什么少数民族，什么啊哈尼族、什么佤族、什么傣族、什么苗族啊。兄弟们，那边有个房子，那边也有个房子，那那边都是房子，这边村寨挺大的，然后。小凤还把这个甜甜的联系方式告诉了我，啊，兄弟们，你们觉得我是进村去一户一户去找呀，还是先给他打个电话？兄弟们，啊，左上角啊，给大家发了一个人人3000的一个福袋啊，领到了是可以买点吃的，买点喝的啊，啊。大家都去参与，都去领取啊！在直播间外面没有点进直播间的，抓紧时间来到直播间啊！人人3000的一个福袋啊！兄弟们，记着一定要加入粉丝团啊！就参与成功了啊！一定加入粉丝团就参与成功了。哎，大家说打电话问一下他在哪里，还是进村一户一户的去找？兄弟们，你们帮我出出主意。打电话的扣波一，啊，进村一户一户去找的扣波二，啊，感谢李哥送的一个墨镜啊，感谢啊，啊，先打电话是吧？哎呀妈呀，我操，他们这边好热呀，一大早就好热，我给他打个电话看看。哎呀，阿信，你不怕他已经成家了吗？兄弟们，我也怕，但是来都来了，必须得问清楚，对不对？啊，对的，打个对，通了，不知道能不能接我电话呀？哎呀，您好，您拨打的用户正忙，请。哎，这什么情况啊？我用的电话不是以前的电话了，怎么把我电话给拉黑了？阿信，你在哪里？阿信在这个中缅边境、中老边境的打洛镇啊，打洛镇。阿信来这里干嘛呢？找我的前妻，也是我的初恋女友，叫做甜甜的啊。来，福袋已经开了啊，恭喜领到福袋的家人们啊！没有领到福袋的，打一波加油，打一波加油！我再给你们发一个大福袋啊，我先发一个大福袋。感谢你们的陪伴啊！左上角又给大家发了一个人人3000的一个福袋啊！大家都去领取，都去参与一下啊！兄弟们记着啊，一定要加入一个粉丝团就参与成功了。你如果想要领取的更多的，就点一点那个提升亲密度啊！哎，我再打一个看看，不知道会不会接我电话呀？哎，通了，没把我拉黑。通了。喂。接了。你好，你是甜甜吗？是我啊，请问你是谁呀？我是阿信啊。阿信。啊。这么久都没有联系了，你怎么会突然给我打电话呀？哦，我刚好来你们这个打洛镇旅游来了嘛，你们家是不是在打洛镇啊？对，阿曼洞嘛。啊啊啊！
在阿曼洞，你们寨子口是不是有一棵长得像这个榴莲的这个树啊？啊，兄弟们，这个叫波什么来着？我一下太紧张忘了，你们帮我打在公屏上。还有一棵这个杨桃树，还有两棵那个香蕉树，这个是不是你们村口啊？是啊。啊？是我们寨子门口吗？那你方不方便出来见一面啊？我现在不太方便哦。兄弟们，你们听见了吗？他说不太方便。不对呀，小凤跟我说他没成家呀。哦，这个是个菠萝蜜树，这个是菠萝蜜树。然后甜甜，你看我大老远的开车开了30-40个小时，开了2000多公里，要不然也不耽误你多长时间，你就出来见一面呗。你看我来都来了。嗯，那你等我一下吧。那我就在这个菠萝蜜树下等你啊。哦，好。好嘞，好嘞。兄弟们，他肯出来见我了，但是兄弟们，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啊，因为兄弟们，我感觉你们吃的盐都比我吃的米都多啊。我想问一下，等一会儿甜甜出来以后，我是先问他个人情况啊，还是先问小西瓜，还是直接问小西瓜？先问个人情况的扣波一，先问小西瓜的扣波二。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啊。兄弟们，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哦，都说先问个人情况是吧？哎，好嘞好嘞好嘞，那我就先问个人情况啊。阿信福袋怎么你来，我拿手机我教你们一下啊，人人3000的啊。哎，左上角啊，这边有个红色的开关，点一点，然后点一下这个福袋啊。人人3000的啊，有60个名额，然后点一下去发表评论就参与成功了啊。兄弟们，想要参与成功，一定要加入一个粉丝团啊！加入一个粉丝团就参与成功了啊！加入一个粉丝团就参与成功了啊！想要领取的更多的啊，就点一点那个提升亲密度啊，就点一点提升亲密度。哎呀，这地方蚊子好多啊，又好热。你，兄弟们，你们都是来自于哪里的？都是来自于哪里的？你们那天气热不热啊？兄弟们，你们都是来自于哪里啊？阿信现在所在的一个位置啊，是一个中缅边境、中老边境的一个边陲小镇啊，叫做打洛镇啊，叫打洛镇啊。那边就是那个什么老挝山了啊，那边就是那个梅西河了啊。哎呀，我看见一个人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甜甜，不知道是不是甜甜。兄弟们，你们有没有看见有个人出来了？有看见了吗？有看见了吗？看见的打个看见。哦，好像是甜甜，好像是甜甜。阿信，你怎么卡了？兄弟们，我在卡不卡呀？卡的扣波一，不卡的扣波二。你还真的过来了啊！甜甜啊，好久不见了。这几年不见了，你过得还好吗？还行吧，过得啊，还行。你以前都那么爱漂亮的，怎么现在也不打扮了，也不化妆了？我在我们那个橡胶厂上班，太忙了，没时间化妆。在橡胶厂上班啊？啊。兄弟们，你们觉得甜甜漂亮吗？漂亮的打个漂亮。那个倒是你啊，你都长好了耶。我长好了，我有点发福了嘛。那个进去坐嘛。甜甜啊，你我有个事情想问你一下。嗯。你现在几个人一起生活呀？一起吃饭啊？4个人啊。兄弟们。
拐了拐了四个人，他爱人加两个仔，这不对呀，这不对呀。小凤跟我说的，他没成家呀。具体哪四个我问一下啊，我问一下啊。啊，甜甜啊，你说的四个人是都有谁呀、啊？哦，我阿爸。你阿爸？我阿妈。你阿妈？还有我妈。还有你。啊、嗯。这是三个啊，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你不认识。还有个我不认识。啊、嗯。兄弟们，你们觉得他是不是不想告诉我还有一个是小西瓜的？是的，打个是。啊啊，甜甜。你阿爸阿妈在不在家？我先进去，先跟他打个招呼呗。先去你家跟他打个招呼。他们去山里面割胶去了，现在不在家里面。他去山里面割胶去了呀。哦，甜甜、啊，你知道那个以前我们在一起上班那个小凤吗？知道呀。啊。阿俊，你怎么不接人家电话呀？哦，没事。啊，那个小凤说前两天碰见我了。小凤她上个月还到我们这边来玩嘞。啊，她前两天碰见我的，这个位置也是小凤跟我说的。哦，她在我家住了两天。啊，她在你家住了两天呀。啊。哦，这样。哎，难怪我说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哦。那我们去你家，看看呗。哎，这怎么又是那个阿俊、啊？我接个电话。兄弟们，你们觉得阿俊是不是一个男的？是的，打个是。我看一下，看他在说什么啊、哦。看电影啊。还看电影。嗯。晚一点嘛。晚一点。我现在来了一个朋友，说我是他朋友，吃牛排呀、啊，还吃牛排，还看电影。想吃那个牛排好吃吗？晚点再说，刚刚来，不晓得。说我是他朋友。哦，哎呦、兄弟们，你们觉得我要不要问清楚这个阿俊是谁的？要的打个要。来左上角啊，左上角人人3000的一个福袋啊，领到了是可以买点吃的，买点喝的啊。没有点进直播间的，抓紧时间来到直播间啊，还有几十秒就开了啊，还有几十秒啊。兄弟们一定要加入一个粉丝团啊，就参与成功了啊。甜甜，哎，这个阿俊是谁呀？阿俊，那个。是那个商店老板娘介绍的。商店老板娘介绍的。嗯。介绍的对象啊。嗯。那你们一起出去见过几次面啊？一次啊。一次。嗯。那你们拉过小手没有啊？没有，我们现在就是普通朋友。兄弟们，只见过一次面，你们觉得还有机会吗？有的打个有，有的打个有。有的打个有，啊，主播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中缅边境、中老边境啊的一个边陲小镇啊，叫做打洛镇啊。哎，福袋已经开了啊，福袋已经开了啊，恭喜领到福袋的家人们啊！没有领到福袋的打一波加油，我再给你们发一个啊，再给你们发一个大福袋啊。来，没有领到福袋的，我再给你们发一个啊。哎，打一波加油，做是可以买点吃的，买点喝的啊，啊，兄弟们一定要加入粉丝团啊，就参与成功了。你如果想要领取的更多的，就点一点那个提升亲密度啊，就点一点提升亲密度。啊、兄弟们，你们说我现在是直接是不是要直接问小西瓜的事？是的，打个是。哎，甜甜。你就没有？你看我大老远来的，你就没有什么事情想告诉我的吗？啊，我能有什么事吗？啊？没有。你们家是不是你回来以后就多了一个人吃饭啊？是啊。啊？是的。是啊。嗯。
那是不是有一个叫小西瓜的呀？你怎么会知道小西瓜呀？啊？你怎么会知道小西瓜呀？小凤都告诉我了。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啊？小西瓜现在多大了呀？四岁多呀。四岁多少啊？四岁两个月。小凤跟我说的是四岁三个月。哦。啊？那个不重要嘛。那个不重要。小西，你跟我分开多久了？有五年了吧。五年了，是四年十一个月零几天。这都记得这么清楚啊？那个。小西瓜跟我有没有关系？你都知道了，你还问我？我来就是想要你亲口承认，小西瓜跟我有没有关系？有啊。什么？有。兄弟们，你们听见了吗？甜甜他说小西瓜跟我有关系，你们听见的帮我打一波恭喜，听见的帮我打一波恭喜。那你家在哪里啊？这就是我家吗？这就你家呀。兄弟们，你们见过这种房子吗？见过的打个见过，没见过打没见过。这种房子能住人吗？我们一楼不住人的。一楼不住人？我们一楼都是拿来养鸡鸭鹅，然后放水果。然后放水果？二楼才住人的。二楼才住人啊？二楼有几间房间？二楼有好大一间。二楼一间？那你们你跟小西瓜跟这个跟小西瓜跟你阿爸阿妈住一间吗？就我们有那个用幔帐隔开吗？啊？有幔帐隔开。幔帐是帘子吗？啊。那晚上，小西瓜一闹，不是全部人都不用睡了？对呀，所以那前面的时候，我阿爸阿妈都睡不好嘛。那小西瓜在哪呀？刚刚送去中班。刚刚送去中班呀？那小西瓜叫什么名字啊？叫王小轩嘛。叫小轩。嗯。那你有没有小西瓜的照片啊？有啊。拿一张给我看一下呗。我给你看一下。兄弟们，你们想不想看一下小西瓜的照片呢？想的打个响。想的打个响。你们想看，我就等一会儿他拿给我看，我也给你们看一眼。哇，长得好帅哟，好可爱哟。来，小西瓜长得帅不帅？帅的打个帅字。他们都说长得跟你一样帅。阿信，阿信，你怎么没有声音呢？兄弟们能听到我声音吗？听得到的扣一波666。听得到的扣一波666。怎么有人说听不到我声音了？来，左上角啊，左上角人人3000的福袋啊，领到了是可以买点吃的，买点喝的啊。领到了是可以买点吃的，买点喝的啊。没有点进直播间的，抓紧时间来到直播间啊。人人3000的，人人3000的，啊，有60个名额啊，有60个名额，啊，兄弟们记得啊，去参与，一定要加入一个粉丝团，就参与成功了啊。想要领取的更多的，就去点一点那个提升亲密度啊。阿信，阿信，我上了个眼镜就领到了3000，谢谢，不用谢，不用谢，你们自己去领啊，我办我的正事啊，甜甜，嗯，这个，我现在我已经不是以前打工的那个阿信了，我现在啊，在广州有2个化妆品工厂，还有5-6个那个，美容院，你。考虑考虑，跟我带着小西瓜跟我一起去广州呗。我暂时没有这个想法。啊？暂时没有这个想法。我在广州还有2套房子。啊？
不过看得出你现在像个大老板一样，穿着这些都不一样了，跟以前。啊。穿这么好看的。那你现在是什么意思啊？嗯，没有什么意思啊，就在这里生活的挺好的。那你意思是让我在这陪小西瓜陪他两个月吗？如果你愿意的话，那肯定也好，也挺好的呀，在这里陪他也。我来的时候我都跟我股东都说过了，我说我这回出去可能两三个月没有回来，他都说你放心吧，他会把公司看好。嗯，兄弟们，兄弟们，嗯，他们家呀，也没有兄弟姐妹，他爸妈就生了他这么一个。你们看，他们住这种环境，你们觉得这个房子要不要给他翻修一下，就维修一下，修的打个修，修的打个修。阿信，阿信，不要修了，直接推了，重新盖，盖个大别野。啊，对了对了，我刚进村的时候啊，他们村最高的就是一个三层的，哎，修的还挺好看的。啊，修的还挺好看的。啊，你们说是同不同意给他重新动做一栋新房的？啊，同意的打个同意。同意的打个同意。甜甜，嗯，你那个，我刚进你们寨子的时候，看你们这个，寨子门口啊，有一栋三层的那个小别野，还挺漂亮的。你那个修下来大概需要多少个万啊？就寨子门口呀。嗯。那是我们寨子修的最好的。修的最好的。啊，听说有点贵哦。嗯，要六七十个万。要六七十个万。嗯。那兄弟们，你们觉得我给他修个，重新修个三层的行不行？行的打个行。哎，直播间有没有懂这个建筑方面的？啊，就是这个，修个这个房子三层带装修，大概需要多少个 W？ 大概需要多少个 W？ 因为阿信也不懂啊，阿信也不懂。需要100个，150个，100多个 W。那我给他装修好一点，我给他个260个 W， 行不行？行的打个行，行的打个行，同意的打个同意。甜甜，你手机有那个啊？阿芝阿宝吗？有啊，我还不是之前那个。还是之前那个啊？啊。那我直接，我就直接给他装啊，260个，同意的打个同意。啊。我输一下。我输一下密码啊，12364。支付宝到账260。100万元。不是，觉得阿信大气的打一个大气。阿信，你怎么转这么多啊？啊，是这么着啊。啊，甜甜，啊，你们家现在大事都是谁做主啊？阿爸呀。都是阿爸做主。啊。嗯，等你阿爸回来了，把刚才这个给他啊，让他把这个房子重新修一下，修个三层，装修漂亮一点。应该啊。嗯，他如果不愿意修，就去镇上买一套啊。啊，恭喜领到福袋的兄弟们啊！没有领到福袋的有条件的给主播飘一波小星星，做数据啊啊！没有领到的打一波加油，我再给你们发一个啊！没领到的打一波加油，我再给你们发一个。转这么多。我再给你们发一个啊，发一个人人。3000的吧，小助理快点给我充点抖币啊，我这个不够了，快一点啊。
来，左上角又给大家发了一个人人三千的一个福袋啊，领到了是可以买吃的买喝的啊，领到了是可以买吃的买喝的啊。怎么领啊？点一下这个红色的加号，点一下福袋去发表评论，然后兄弟们一定要加入粉丝团啊，就参与成功了，加入一个粉丝团就参与成功了。想要领取的更多的啊，就点一点提升亲密度。阿信阿信，我上了个眼镜就领到了三千，谢谢。不用谢不用谢啊，你们自己去领啊，自己去领啊。刚才那个说没有领到的，你都没有加入粉丝团，怎么会领得到呢？对不对？阿信你怎么这么不懂事，来了也没有带个礼物什么的。哦，对对对对对，哎，甜甜，我给你带了点东西在车上放着呢，你跟我一起去拿吧。哦，哎，好嘞，嗯，我们走啊，我们走啊，我们去车上拿啊。你车停在哪里的呀？我车停在就是刚才我站的往外走一点，有一个那个水泥路上。那是我们寨子门口。啊，那是你们寨子门口啊。嗯。哦。阿信阿信，你那怎么卡了？兄弟们，阿信卡不卡？卡的扣波一，不卡的扣波二。哎，甜甜，你那个小西瓜平常找不找我呀？他现在越大了还找喂。那你怎么说呀？我说你去好远的地方去打工去了。你说我去打工去了？啊。然后小西瓜现在喜欢玩什么玩具啊？他喜欢车车。喜欢玩具车？哎，对，各种车车，他给他就堆这么大一台。哦，那小西瓜现在喜欢吃什么东西呀？他呀？啊。他最喜欢吃肉。他最喜欢吃肉了。嗯。跟我一样喜欢吃肉啊。嗯，然后喜欢吃薯条，喜欢吃雪糕。嗯，阿信阿信，你应该给甜甜再安排一个包包，让她有个零花。兄弟们，你们帮我出出主意，给甜甜安排多少合适啊？给甜甜安排多少合适啊？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安排一个520，安排一个1314。哎，兄弟们，我感觉啊，我给他安排一个5240。兄弟们同意同意不同意？同意的打个同意。5240，同意不？同意的打个同意。那我直接给他转哦。1234。我输个密码，123654。支付宝到账52万元。不是，嗯，阿信，嗯，你怎么又转这么多过来呀？我给你给一个，那你平时零花嘛。太多了吧。哎，甜甜可能又有一点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兄弟们，啊，把刚才这个是什么意思的打在公屏上，我拿给甜甜看一下。我拿给甜甜看一下。那个，你转这么多。兄弟们，毕竟这么多年没见了，啊。你看，你看，我的兄弟们在跟你说什么？我爱你。我也爱你嘛。不是这个。啊。那个，哎呦，你把我。都说的有点不好意思了。嗯。嗯。那个走快一点吧，我。以前在工厂打工，我不是天天都跟你说吗？哦。啊。是啊，但是很久没有说过了，有点不好意思。那个，我下午还要去上班，去厂里面上班。你不要去上班了吗？嗯，不要去，我已经上了大半个月了，还有10来天，我又有2000多了。
兄弟们，你们在屏幕上一起帮我打出不要去上班，我给他看一下。啊，谢谢你们了。我那个，哎呦，阿信，这就是你的车吗？啊，对呀。那个车好面熟哦。好面熟啊。我们俩一起在广东打工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过的嘛。你说过我们如果一家人啊开一辆这个车去外面去干什么都很方便嘛。这个56。56是你的生日嘛。啊。然后91是我嘛，我是91年的嘛。怎么分开这么久你还用我的？这个是我赚到了钱以后买的第一辆车，现在我们公司里面一共有4辆车，我最喜欢开的就是这辆车了。它跑长途啊干啥都挺舒服的。你还挺念旧的吗？嗯。哎呀，挺有心的。你看我们兄弟们都在跟你说什么，叫我不要上班的啊。但是我都还有10来天又有2000多了，有一点不划算嘛。有一点不划算啊。那不差那一点嘛。你把后备箱打开，给你带了点东西啊。嗯，你阿爸还抽不抽这个小快乐呀？这个呀，这个小快乐呀。要啊要啊。嗯，那我兄弟们，我带了车上有4个，你们说全部拿呀还是拿2个，你们帮我出主意。来，左上角啊，左上角人人3000的福袋啊，领到了是可以买点吃的买点喝的啊，大家都去参与都去领取啊。就拿2个，有60个名额啊，有60个名额。就拿2个啊。全部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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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记着啊，一定要加入一个粉丝团啊，就参与成功了啊。全部拿。阿信阿信，我上了个墨镜领到了3000，谢谢。不用谢不用谢啊，你们自己去领啊。还有我还带了几个最新款的水果15手机。你都看到了啊？我都看到你的手机，你这手机都是你看都是我那个都是我当年在广东打工加了2个月的班给你买的，你还在用啊？对呀、啊，我一直在用，但是就是有点卡。就是有点卡呀。嗯。你看，我给你带了4个，各种颜色的。这个15好漂亮的耶。啊，你拿着拿着拿着啊。4个太多了吧也。一个给你阿妈，一个给你阿爸，然后一个给小西瓜。啊。这个好奢侈哦，感觉。啊。你拿着啊。嗯。然后你阿爸还搞不搞这个8+1呀、啊？8+1呀、啊。啊。搞啊。那这两瓶你也拿着，这两瓶你也拿着。这个也是给他的呀。嗯。那我阿爸晚上等一会儿回来，好开心哦。嗯。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呀。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哎。看。哇，这个不是那个之前那个老板娘用的那个包包吗？我们在广东打工的时候，老板娘天天背着一个包嘛。嗯，你不是说你喜欢吗？那个时候你说以后有钱了你给我买一个，但是这个好贵的耶。我也 这可能要2-3个万哦。2个多万。你什么时候买的呀？我来的时候就在商场就买了的。但是这个好贵的，我还是不要了吧、这个太贵了。本来想给你买点衣服的，给小西瓜买点衣服的，我也不知道买多大的，然后我们晚一点我们再去买啊。嗯，这个你拿着，你拿着，拿着呀。啊、我确实有点喜欢。嗯，你拿着啊。拿着哦。哎，不是，阿信。嗯。你怎么会有这么多这个呀？这个是我2个化妆品工厂在生产的嘛。这个不是那个，我看到抖音上好多大网红、大主播都在卖这个。那卖的都是我的。这是你生产的呀。啊、这个我当时还想买来着，但是好贵哦，要100多一支，我有点舍不得。那你拿几只，拿几个？那我拿一点。啊，这个、多拿几个，分你阿妈一起用啊。这个我不跟你客气了，我拿4个吧，4个。嗯、人不能太贪心了，拿4个就好了。嗯那走嘛。哎，主播，我想看看小西瓜。哎，我都忘了，甜甜。啊。你跟那个那边联系一下，我们先去接一下小西瓜呗。哦，可以。我有的时候有事可以提前去接。那我先放一下啊。嗯。我去跟他们管理说一下。嗯。
你先跟小西瓜那边说一下。嗯。